众人能大床创始之初，就是依稳心水直接通天的，全面反映宇宙天地的真相，即是全息。月原本无文字，被称为无字的天书。同样，神每日方便破坏的世人亦可以通过测字嚟到苦察龟文鸟语山川子长而创文字。可见汉字和八卦同源，机理亦都通天。